大家好，我是星星。以前在深圳的时候，有一家广式鸭煲店啊，我老婆非常喜欢吃，有时候大老远的跑去吃。你现在就很少有机会吃到了，因为我也吃的蛮多啊，那家店我也吃的蛮多，所以今天我就买了半只鸭来复原一下，看能不能给老婆解解馋。市场买的鸭跟土鸭是有区别的，市场买的鸭一定要焯一下水。冷水下锅，加一点点酒去腥，放入泡好的木耳，放入半碗红油腐乳。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做这道菜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复原，说不定也会翻车。好，现在我们加水，直接焖。加点手工现磨的胡椒粉，试一下，看有没有那个鸭煲的味道。铁锤吗？铁锤，你说刚才猪肚在屋，不是猪肚在屋，你泡面是弄啥？把鸭肝磨嘛，不费的嘛。铁锤，心脏难。铁锤，上万台阶，弄不热，不弄就好好点。出了个双眼皮啦，终于有个双眼皮了哦。感觉这样看跟哥哥小时候好像。你又加了一碗，你菜好吃吗？哇，这不好吃吗？鸭肉，鸭你又满足了吗？我觉得没做好，应该下顿还调整一下，还缺点味道。我已经很满意了。